布袋戏偶梅兰芳旦，行当上为法纪高耸，握拳五手之旦角。首先来看这件偶头的神态，展现眉清目秀，巧笑倩兮，兼具名门闺秀、梅丽佳人的气息。至于扮相方面，除了发髻高束以及坠饰发簪钗饰之外，上身穿着粉红直领对襟的宽衣，在双袖的袖口还有白绫的水袖。至于下身则穿着高腰襦裙，除了紧饰华丽的腰带，另外垂下宽薄的箭带。有关布袋戏的行当分工，是仿自传统戏曲的角色类型化，其中表现女性者均称为旦，并依年纪大小而分类。至于该件旦角的外观，是仿自京剧名伶梅兰芳的扮相，所以又名之为梅兰芳旦。由于双手是采握拳的五手，而非四指活动的文手，因此在戏出表演的角色上常适用于武艺高强的武旦。